2021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拉开帷幕。超过1.2万名官兵，191件地面武器装备参与此次阅兵，76架直升机和飞机飞过红场上空，武器装备展示向来是红场阅兵的重头戏。俄罗斯军队的主战装备在阅兵式上集体亮相，堪称一场兵器的视觉盛宴。在滚滚的钢铁洪流中，一批以轮式车辆为底盘、搭载不同功能模块的台风、虎式轻型轮式装甲车、天王星9无人战车等，组成了现代化的铁甲新锐队伍。这些铁甲新锐装备不仅体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装备发展理念，而且在实战检验中不断升级改进。按照俄罗斯胜利日阅兵的传统，此次打头阵的依然是特34坦克。76年前，苏联红军正式驾着富有传奇色彩的特34直捣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特34坦克总共生产了8万多辆，是无数参与卫国战争老兵的钢铁战友。紧随特34坦克出场的方队，便是迎来红场首秀的新型装备——台风 PVO 防空装甲车及其前身台风 VDV 空降装甲车。台风 PVO 装甲车战斗全重14吨，最高速度105千米每小时，公路最大行程1200千米。车体由装甲钢焊接而成，能抗击一定距离的枪弹直射和弹片攻击。车轮也具备防弹能力。车上携带便携式防空导弹后，可以拦截速度不超过420米每秒的空中目标，射程500到6000米。台风 PVO 的驾驶舱内设有多功能显控终端，可显示整车的各主要信息，如车门开关和炮塔指向等。该车重量轻，机动性强，可以配备给空降部队。其实，在红场首次亮相的台风 PVO 的原型车，早在2019年8月就曾随俄罗斯参赛队来到中国新疆，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晴空项目的比拼。台风 PVO 装甲车及其前身台风 VDV 都是在卡马兹4386轮式底盘的基础上制造，不仅越野涉水能力较强，还采用了微型防雷装甲车底，可有效抵御8000克 TNT 爆炸当量的地雷。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火力系统。台风 VDV 装甲车配备一座顶置遥控武器站，主武器是一门30毫米机关炮，能够对付低空的直升机、小型无人机等目标，也可以用于对付地面有声目标。而最新的台风 PVO 防空装甲车结构更加紧凑，车顶仅装备一挺12.7毫米机枪，但车内可携带 9K38 等型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遭遇小型无人机等目标时，射手可打开舱盖发射防空导弹。台风装甲车的设计理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新。它的这种防空战车的型号确实是采用人肉发射架，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防空火力，可以针对抵近飞行的对方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包括呢运输直升机以及这种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去进行火力打击，也可以提供这种近程的这种防空的火力。
相对而言呢，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技术，也可以让这种俄军的新一代的这种空降战车或者是这种轻型的装甲车辆具备一定的防空火力，面对对方空中威胁，尤其是低空威胁的时候，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除了自主作战，台风 PVO 防空装甲车也能与红场阅兵式的常客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山猫举 M-3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 S、道尔 M-2 近程防空系统配合，组成梯次搭配的防空网络体系，有效应对从直升机到巡航导弹的各种空袭武器大规模攻击。本次阅兵中，俄军再次亮出了对空防御的组合盾牌，其中道尔 M2 与铠甲 S 是战场中低空的守护者。道尔 M2 能探测到超低空目标和精确制导武器，防空体系体现了一个就是全方位的防空。首先是从远，就是战略层级的，比如说 S-400 的这个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高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整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防起来。而山猫举又不一样，山猫举呢我们可以看成是战役级的，这个区域有多大呢？也就是100多公里。而作为弹炮合一的这个铠甲，另外一种道尔啊这样的导弹，它基本上是战术级的，就是跟着部队一块走啊，非常的机动灵活，可以打击来袭的直升机，还有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呢，它打击的距离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它是从战略层级、战役层级还有战术层级的这种防空武器都给展示出来了。2021年的红场阅兵中，智能化无人作战装备展露锋芒。备受关注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亮相地面装备方队，由重型卡车载运登场。它是当今各国现役装备中为数不多的经历过实战的无人战车，曾在叙利亚战场与步兵、炮兵协同作战，堪称铁甲新锐装备中的机器人战将。天王星九全车长5.12米，宽2.53米，高2.5米，总重达到10吨，最高公路机动时速为35千米，
战斗续航时间为6小时。这款无人战车的火力系统不容小觑，搭载一门2A72型30毫米机关炮，4具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还可根据任务需求搭载防空导弹，能够对装甲目标、低空目标和作战人员进行有力打击。天王星9外形看上去就像一辆袖珍装甲车，体积小，生存力高。炮塔上配备了包括热像仪、激光测距仪等传感器在内的各类探测器，最大探测距离6000米。该车以遥控方式作战，最大遥控距离3000米。俄罗斯在阅兵式上展示这款无人战车，也是俄罗斯推动无人化装备的一个缩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曾表示，俄军无人系统的种类将不断增加，包括核生化侦察系统、水面和水下无人系统以及无人机。据《检视防务周刊》报道，俄罗斯将组建第一支装备天王星9无人战车的部队。那么在红场阅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天王星9这样的无人战车，但我们知道就是俄罗斯啊，它还有就是水下的啊这些无人的潜航器，在空中它实际上也有这个无人的飞机。由于呢就是这个展示的这个场合，因为毕竟你这是在红场阅兵啊，所以要考虑各种因素，他没有把这个无人机在这种场合进行这个飞。但是天王星9这样的无人装备呢，已经展示出来，俄罗斯已经对无人的这种装备进行了研发，并且在战场上加以使用，未来的时候会大量的装备部队，并且投入实战。紧随天王星9登场的是虎式 M 型装甲车，该车自重6吨，最高速度超过125千米每小时，是铁甲新锐装备中的一员虎将。在车队后方还出现了配备弩 DM 顶置武器站的虎式 M 型装甲车。弩 DM 型顶置武器站配备了12.7毫米机枪，备弹450发，它可在行进中射击，不仅可打击空中目标，还能消灭步兵，摧毁轻型装甲车辆。该系统能在-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行，配备了现代化的光电设备，包括摄像机和热像仪，最大作用距离2500米。所有装备均由操作手在车厢内遥控操作，避免直接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配备弩 DM 遥控战斗模块的虎式 M 型装甲车，是战场上近距离内打击小型低速无人机简单有效的装备之一。与虎式装甲车混合编队的还有台风车族的台风 K 装甲运兵车。那么未来俄军的装甲部队应该是轻重结合，不仅会配备大量的主战坦克和履带式的步兵战车，包括这种重型的自行火炮，同样呢，轮式装甲车辆的家族会不断的壮大，在海外战场执行反恐任务的过程当中，这种轻型的轮式车辆是完全够用的，即使面对对方的武装皮卡，包括对方的这种伞兵游泳，依托于一定程度的装甲防护能力，和这种车载的火力，也可以在战场上具备更强的优势。所以说呢，未来俄军会继续的发扬这种轻重结合的发展理念，针对空降兵，包括一些快速的突击部队以及特种部队，轮式车辆的这种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多。轻骑新锐老将雄，与这些铁甲新锐构成轻重搭配的是俄罗斯陆战之王坦克导弹系统等重型武装。此次出场的特72B3M 坦克、特80BVM 坦克、特90M 坦克、特14阿玛塔主战坦克、
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坦克家族的四大金刚，也是在近年阅兵中亮相过的老面孔吧。在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的俄罗斯新一代主战坦克T-14阿玛塔依然备受关注，它以较为科幻的外形、无人炮塔、各舱室的整体隔离设计等配置，探索着未来坦克的发展之路。遵循从红场到战场的一贯模式，俄罗斯已在叙利亚战场对T-14的作战性能进行实战测试。针对低空悬停的武装直升机地面目标，T-14能够利用光电系统捕捉对手并向其开火。但这种坦克造价高昂，未来之路尚不明确。而从T-90升级后的T-90M 突破坦克，战斗力有显著提升，正好能满足俄罗斯坦克换代空窗期的作战需求。T-90M 换装了新型的爆炸反应装甲，炮塔下方加装了外观类似球网的装甲，可进一步增强对火箭弹等武器的防御。在火力配置上，T-90M 坦克换装了与T-14阿玛塔一样的坦克火炮，可发射新型号的钨合金穿甲弹，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T-80系列坦克是全球第一款采用燃气轮机发动机的主战坦克，其最新型号T-80BVM 是专为在极地作战而研发的，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下也能照常启动。该坦克还装备了新型炮长瞄准具、新型火炮控制系统，对车载无线电系统进行了改进。参与2021年红场胜利日阅兵的坦克大都是老树开新花，更不必说T-72B3M 这种在T-72B 的基础上一路改进而来的老装备。这些老面孔成为俄军更经济适用的选择。俄罗斯的这个坦克呀，它应该说型号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无论是这个T-90还是T-14阿玛塔，还有适合在寒区啊，就是这种作战的，比如说T-80这样的坦克，都是属于重型坦克。它这个一装备啊，数量是相当大的，因为你要形成这种集群作战，它这个数量很多，而且这些坦克的性能目前都是世界上啊在第一梯队里边的。那既然俄罗斯把它展示出来，我认为这体现了俄罗斯一个是在未来的时候还要大量使用这种陆战之王，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将来会用阿玛塔和 T-90 这样的坦克呢组装自己的陆军部队。阅兵式上压轴登场的是俄罗斯国之重器，新一代陆基核力量的代表亚尔斯洲际导弹发射车。亚尔斯是俄现役陆基洲际导弹中的最新型号，拥有1.1万千米的射程和每秒4.8千米的最高飞行速度。它可携带多个分导式弹头，能规避各种反导系统，发射方式灵活，具备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亚尔斯洲际导弹已陆续装备多个导弹师，共有上百枚导弹长期按一级战备进行战略值班，随时待命进行核反击。在地面的武器装备当中，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是俄罗斯的战略利器，同样是这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我们看到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是在白杨 M 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而来的，不仅打得更远，而且具备了这种多目标的攻击能力。由于采用机动化的底盘，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这种林间的公路网进行有效的机动隐蔽，可以实现走到哪就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弹道导弹的发射，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非常少，突防能力又很强，
是俄罗斯战略核武库当中的一张王牌，在红场阅兵式上一定是要进行重点展示，而且呢每次都要登台亮相。从功勋装备到当下俄军主战装备，再到代表了未来军备技术发展方向的无人作战平台，俄罗斯借这些充满了硝烟味道的地面武器装备，在2021年的红场阅兵式上向世界展示了其军事实力。今后俄罗斯的铁甲新锐们将与多款经典的重型装备一起，为俄罗斯的陆上武装力量添砖加瓦。